北部的朋友们啊，感谢朋友们支持。哎呦，朋友们好啊，那个今天有情况有变，朋友们啊，是昨天是拍的是咱们是出天，昨天上这边石家庄我穿这个保暖裤，今儿我换成大棉裤了，昨天给冻了这个腿着凉了，朋友们，确实这边走怎么一走一拐拐的，这个地儿它确实这个地儿疼，朋友们啊，我是腰间盘突出。我是想出了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昨天晚上十一点我才把外边那个地儿那雪才收拾干净，什么都准备就绪了，我感觉是晚上就是铺了一件电褥子，就是电热毯，晚上疼一下就是能过来，昨天晚上结果没过来这个劲儿，那个腰还是这个什么呢，着凉的，我这个腿疼，这个屁股蛋子疼的，这个一走一拐一拐的，我这感觉什么呢，有点别扭，特别疼，都是这个腿这个一动它都疼，朋友们，这个今儿这个水管也动了，哪都凑巧了，这个我给大家再请一天假，我把这个腰就是拿这个热乎东西我再疼它啊，对不住了朋友们啊，感谢朋友们支持。哎呦，行，不好意思吧，他疼着，朋友们疼啊，确实不能在劲儿，谢谢啊。